案子，所以基本上也没 hold 住袍子，然后也帮不到忙，在那边前前后后。就刚跟观众一样，开始在看这个比赛的进行。现在是两出局之后呢，袍子还是在一垒，轮到第五棒的邓志伟，前一次打了一个相当强劲的反弹球啊，被叶竹轩给拦截。这一回拉到了右外野，放向了飞球。这个球又高又远的两分炮。Oh my god！ 哇，这打出去，气势非凡，就已经是知道绝对挡不住的，只要不要飞出界外。这是邓志伟本季的第三号全垒打。好，这个真的是打得又高又远。好恐怖，有力道的一个释放，真的太完美了。打出去，大家所有的观众朋友，还有在守备的马明友这些选手，就是眼睛一这个送的球出去了。这支全垒打也是狮队呢团队的第26发的全垒打，邓志伟个人的第三号。也将比分呢拉近到三分的差距。这是王峰鑫呢在今年被打的第一支全垒打。前面也提到，这个狮队是开机到目前为止啊，被对方先得分，但是胜率还是吓死人的高。哇，这个球被邓志伟一棒的，哦，